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哥培。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哥培。哇，今天我们要来拍什么呢？我的行李。哇，暌违了疫情大概两年吧。嗯，差不多，对啊。那这次出去有没有很紧张呢？比较兴奋，因为太久了。那这样子预计要去菲律宾多久？会待一年。待一年啊。哇，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拍陪你去菲律宾一年准备了什么行李呢？这应该是很多游学的学生如果出去之后想要了解一下他要准备什么东西去菲律宾的。对啊，因为我之前也有待过菲律宾，所以这一次在准备应该有一些可能你们之后也会用得到啦。来介绍一下，你觉得去菲律宾之前要准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好，最重要的东西我会放在学生行李，然后我的学生行李就是这一包啦。对，很轻松啦。那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的护我妈是要贿赂海关的吗？没有，我妈给我的，我忘记她钱。对，好，这个的话就是护照最重要啦，然后还有小黄卡，然后再来就是来回机票啦，因为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台湾这边就会检查了。那现在还有多一个叫做 One Health Pass， 就是也是菲律宾当地海关的。那之后我们的话会有另外一个影片去跟大家做详细介绍。对，那就是重要的东西，还有钱，对，我的钱，钱收回来。好，那除了钱之外呢，我自己随身会带的东西有笔，因为有时候可能要写一些资料啊，然后我的重要。对，因为我会到马尼拉转机，所以会花一些时间。哦、oh, okay. ，然后酒精很重要，然后酒精我已经有查过了，是可以带，但是就是一样不要超过一百克。OK， 对，就是随身携带的。然后，身为爱看书的我，我带了一本书。然后，对，最重要的是我会提醒大家，因为现在的话，我自己啦是不太敢去用飞机上的毛毯这些，对对对，所以我会自己带一个外套，然后有帽子的，我不要穿。飞机上其实也蛮冷的啦。对啊，然后水壶的话，这个我觉得去菲律宾我还蛮推荐，可能因为它有滤水的功能。对，所以我自己比较习惯喝这种水，所以我会自己带一个水。哦，因为菲律宾的水质跟台湾不一样，所以也是用过滤的。对，所以这个我会带水身，因为我自己就可以用。那再来就是小饼干，因为我会转机，所以就怕肚子饿。对，就大概这样子。水身是也，那还蛮简便的。对啊，就是不要让自己背得太重，这样其实也很。那现在我们就来开箱你的行李吧。好啊，没问题。对啊，我觉得。其实菲律宾很多东西都有，那边都买得到。但是你觉得哪些东西是从台湾带过去比较好用？对，那就由你来介绍吧。好，那首先呢，我先介绍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东西好了。这个就是非必要，我先放旁边。对，好，那现在从外面来讲的话，就是衣服啦。衣服的话，我主要就是有带，其实我带一件牛仔裤而已。因为之前我在菲律宾住了快三年，我穿牛仔裤的几率真的很少。对，我真的是穿不住那种黏黏的感觉，然后就整个闷住。但当地人都会穿牛仔裤，还蛮厉害的。对，所以我主要就是带那种一件式的、轻松的一点的衣服为主。哦、延伸裙吗？对对对，延伸裙啊，或者是说短裤啊、短裙等等的，我就带一件，然后套着我就可以出门的。对。然后再来的话呢，这个也是属于外用的，但是这个同学就参考用了，因为这是我的潜水衣，我本身有在玩潜水，对，所以我会带着潜水衣，专业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三洛克的口罩，对，所以我跟你讲，口罩菲律宾真的买得到，而且货源很充足，我带就只是我个人喜欢，我想要配色，因为我有问我当地的朋友，他说目前就是只有买得到。白色的口罩部分，对对对，所以我想要就是配色一下，因为我之前跟当地的人视讯，他们都会说哦 ，I like your mask， 我就想被夸奖。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个人的保养品啦，然后以及我的洗发剂，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发色比较特别，对，所以我洗发剂也是要带自己用的。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没有这个需求的人，当地各种的国际品牌都买得到，真的不用担心。那菲律宾保养品，在菲律宾保养跟台湾保养有什么不一样？保养品我其实只有带那种，就是可能前面三天用得到的，因为后来我就自己去买的。哦、对对对，我就没有整罐整罐的带过
去，因为其实在那边都买得到。然后比如说像一些韩国的牌子 ，Etude House 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像 The Face Shop，嗯，全部都有。所以其实不用担心，不用带太多，很像搬家一样。对，我这个这种东西，我反正就是只有带，我就是带比较一些奇花的表现的东西。对，想去勾引菲律宾人吗？对。没有，菲律宾的菜哦，大菜的折，没错，这我就不会说没有，我就不是那种传统亚洲人，对，我就是。好，然后接下来，较特别，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这个看起来是眼镜盒子，但是其实打开它是噔噔新冠一号，啊，所以在台湾疫情爆发前啊，所以其实我就已经买到了。那就是以防万一，以防万一，对，因为新冠一号就是台湾的产品嘛，就带着。然后接下来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面膜啊，就是我个人会用得到的东西。对，就是个人生活用品。然后包包我就带一个。药品肠胃药你有带吗？有啊，都在这边。药品的话，基本上呢，啊，对，我看到这个，锵锵，台湾政府好棒棒。对，我们的快筛当地的话呢，我有询问过他们了。目前快筛的话是的确比较不好买，那你买到的牌子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品质好不好，从我们的好朋友那边来的，对，验出来也不确定嘛，所以我们就自己台湾带过去。啊，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就有四盒，我就都全部带过去了，想要看回来会变蓬恰恰。其实我有问过学校啦，就是他们有些学校他会备好快筛，可能给同学用啊，但是很多学校经理也说，从台湾带过去会比较好。对啊，因为当地品牌也很多，然后可能都不是我们熟悉的。对，说不定是要咽口水，然后我们拿去出来。打英文要学。只要你这样子。好，然后再就是我爱喝茶，然后对，我会收纳一些小空间，像里面这些我都可以再放，这是我个人先准备好的。因为其实哦，这边的话可能跟大家提到药品的部分，因为刚刚问到我自己的常备药，药品的话，当地有抗生素的成分都很难买，基本上你一定要有医师处方签。对，所以像我个人，可能我印象以来，我荨麻疹可能发作过两次而已，所以我还是先备着，因为在当地它很麻烦。还有眼药水，因为包含说你可能长针眼，那个都是有抗生素的，我都会先备好。然后再就是一些个人用的，像益生菌，对，我会自己带着益生菌。对，这其实里面没有说什么，你没什么衣服，都是一些生活用品。对，就是这个是当地买不到的，所以我自己个人习惯吃的，我就会带着。对，那还有康宝浓汤呢，哦。对，康宝还在挖宝。那你有带泡面吗？泡面没啊，我有带干煮面。可以煮的，对，因为泡面我自己吃的很习惯日本泡面跟韩国泡面，在那边随便买都买得到。对，所以我这个我就不会多带，但是干煮泡面我会带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当地买得到的品牌。对，只要买得到的我就不会带，这个当地买得到，但是杀蟑螂的、杀蚊子、杀蚂蚁，对，当地都有，可是我就觉得台湾的比较好用，然后因为也有中文，我看得懂怎么用。对，我怕人家杀错地方。那防蚊液嘞？很多学问。防蚊液。防蚊液的话，我也有带，但我就是带，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所以我是带那种小 baby 也可以喷的。但是当地一样都有，有欧姆的品牌，只是那个喷的可能它味道真的很重，连人都开始了。对，所以你们可以自己考量一下这个部分。那我想要请你建议一下说，我们去游学的学生，比如说是去一两个月或者是半年以内的学生，他们的衣服的量啊，或者说其他重要的东西量要带多少。好，其实在菲律宾如果说要去游学的学生，以宿务或者是除了必要以外的区域，我都会建议其实带五套左右就够了。对，因为必要的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它天气比较潮湿嘛，所以可能衣服没有那么快干，所以就建议可能再多带个三套。但是如果说在其他区域的话，其实就像我刚刚这样简单带就好。因为其实当地最大的阿亚拉莫，像苏雾的阿亚拉莫或者是 SM， 里面有 Zara 啊、HFM 啊，反正你带再多带再少，你去看到还是会买。所以你说吧，就跟我一样的，我们不要冲动，对，就轻松简单带，真的就需要的东西就好了。
常备药物的话，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因为我本身会有药物过敏，所以你本身如果也是会有药物过敏的话，赶快把你的健保卡拿出来看遍各大诊所。对，那有吃中医的也可以跟你们说，就是你们可以跟医师说，哎，我要出国，可能会超过一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子，那他们其实会给你们有可以长达一个月的处方签，对。就是你可能出示机票，你就可以拿到长期的药，对。所以就是吃，因为毕竟现在疫情的状况嘛，所以我像我自己就有去中医诊所拿，对，就是吃预防的，保健身体的，对。然后退烧啊，肠胃啊，然后像拉肚子等等之类的，这些全部都是要自己，我建议先全部准备起来，对。好，那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带鞋子啊？女生不是？都会穿很提花出去吗？有啊，我鞋子啊，你没看到？哪里？这边。对，没有鞋子我自己啦，我是会穿一双布鞋上飞机，就那双就够了，因为当地其实你也可以买得到夹脚拖啊，或者是你喜欢的鞋子的样式，对。所以因为鞋子本身对我来说它是很占空间的，对，所以我就不会带鞋子。那我问你哦，大部分语言学校学生都穿什么？拖鞋。对，所以就穿多一点去。对啊，所以就是你如果说怕鞋子穿到啪，然后可能不见，你可以买那种有带子的，对啊，那个穿也很方便。拖鞋真的是在菲律宾必用的，绝对是万能的，而且坏掉随便都买得到。对。好啊，那除了以上刚刚介绍的这些东西之外，那你觉得？有哪些建议是给那些要去游学的学生呢？没有的话，我自己会建议大家可以带，不是蜡笔小新，是带笔，对，就是你惯用的笔。对，我觉得当地的话，你可能不一定，因为比如我觉得毕竟是去念书，笔很重要，或是笔记本，你们可以准备一个2-3本。那工具书嘞？你觉得嘞？工具书的话，其实现在手机都已经可以直接翻译，所以一定是先下载好离线翻译、充电器、行动电源，这样你们就可以在随时上课。如果真的遇到不懂的话，可以去做及时的翻译。对。那以上讲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也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出发的学生都会有一个行前说明会来跟大家讲解说去菲律宾到底要带哪些东西。那我们会依照当时的状况会跟你讲说，哪些是真的目前最需要带的东西这样子。之后行前说明的话都会讲得很仔细，因为我本身是已经待过，所以我会带的比较轻便一点点。对啊，我们都已经去应该10年有了吧。对啊，但是就是我们讲的必备就是真的必备，那如果说其他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做考量啦，对不对？那以后去菲律宾可以去找你吗？当然可以啊，绝对带你们去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今天讲解到这里了哦。好，谢谢，拜拜。